在这个小村中，独居着一位50多岁的大姐，没有工作，却天天早上4点出门。女儿接她到城里同住，她却几次出走回家。作为村里街坊眼里的奇怪大姐，她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你好，大爷，这找你找了好久啊，这一直找你来了，去进屋。这干啥去了？溜达去了。溜达去了。这是您邻居吧？啊，认识吧？邻居。平时对你好吗？对我好。老太太现在什么情况？她现在她是她一个人的姑姑。就老太太自己一个人。嗯嗯。我们大家看看老太太这个房间。嗯。这你不收拾收拾啊？不收拾，收啥就铺收啥的，你铺房收啥呀？不收拾。今年多大年龄了？50多。姐说咱们老太太这个智力有点问题，是不是？嗯，但是没那么严重。啊，没那个，他们那个，我哥老年人，我哥呀。你自己一个人，有人管你吗？没管我，不管我，一人搁家里，一人搁炕上，一人负责任。那天天做饭也自己做饭啊？这是粘豆包是吧？啊，这大爷这是您做的粘豆包吗？不是，买豆包买的豆包买的。买的啊？嗯。有孩子吗？没有。你不有个女儿吗？没回来，没啥，没回来了。为啥不回来呀？不知道，都不来，他们家来。多长时间不回来了？我天，不让回来，他们家害怕，他爸也害怕，不敢来，害怕。怕他爸？啊、嗯。他爸在哪儿呢？死了，他爸死了好多年了。啊、嗯就是他爸父亲在这屋去世的。嗯。在这个房子。嗯。啊，然后孩子就有点害怕了。嗯。他每次回来都他二姑那里害怕那个。他二姑每天基本上给他买吃的，在他那里，二姑吃点什么，刚买点什么，给他拿什么。这手也太脏了，阿姨啊！嗯，看看这手啊，老太太一天也是说没人管，也是。嗯。那做饭也天天自己做。嗯。老伴儿走几年了？哪两辈？没两辈呀，没有啊。以前没有吗？没有啊。大姨这种情况是老公没之后得的精神病吗？还是？嗯。啊，以前是正常的。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一直都是这个毛病。他年轻时候也这样。嗯。大姨在老公去世之前，她智力也不行。嗯。哦。她一直都是这样的。那孩子没有问题吗？孩子没有问题，孩子都是一个女儿。现在一个女儿养小孩又带小孩，回来也回这里来呀，她也怕。哎，看老太太真挺可怜的。你想你女儿吗？不想。那女儿对你好吗？还不回来了，还回来吗？要不回来呀？其实女儿为什么不给她接到身边呢？人家把她接到那里去，她也跑，都跑，都跑，不知道，天不见亮的跑了啊。所以也没法看，是吧？嗯。还得工作，还得看她，看不住。又看不住。每个月姑娘给你钱吗？不给我钱，不给。每个月都不给你啊？不给。那你现在手里有钱花吗？没钱花，不想花，花啥呀？我花了吗？我每天捡垃圾，一个月还少捡几十块钱。她捡垃圾还能卖呢？嗯。那还行的，还会卖废品呢。嗯。大姨想吃什么呀？啥不吃？想吃肉吗？不吃肉。为什么不吃肉啊？不吃肉，完了胖还吃肉呢，胖也还吃肉。你还胖啊？嗯，胖。啊，大姨太可爱了。听说你早上天天4-5点天没亮就出去啊？天天溜达。去哪儿溜达呀？那嘎溜达。不害怕呀？不害怕。还没有这么多好邻居在周围，是吧？嗯、还有他二姐、嗯，大家多少能帮衬一点。嗯，你说自己一个人没人管，可完了。对，我看大姨这房上还有监控呢，看着、嗯、看着，但是还有两个监控，大家看一看。大姨一天吃几顿饭？两顿饭，一顿饭吃完了，啥不吃了？那不饿呀、啊？不饿。晚上烧炕吗？烧炕会烧，不冷。他自己会，他下自己下得到外面去捡柴火。我们看看大姨这个门前呢，真是，哎呀，被荒废了。反正也种点菜是吧？但是我们种的玉米，他不种米，都忘米，没地，都忘米。他现在也不种地，也不养什么鸡鸭鹅什么。啥不养嘛？他啥都没有，都是那个有一点吃一点。大姨啊，平时吃饭这个米面呢、菜呀这些东西，谁给提供的？二姐给他买，万一要不自己住，没有住的话，等二姐带你去吃。你有什么想吃的？没吃过，啥都不吃，没吃过。下次来给你买个围脖，行吗？行。你是说谢谢小弟吗？谢谢。不用谢，没事。谢谢小弟。看大姨笑的都灿烂。来桶油，大姐，这是新进的哦。嗯。来一桶。大姐，这圆圆怎么样？圆圆好，都可以吃完。挺好啊。几盒都拿着吧。现在呀，天色有点晚，然后村子里的小卖店呢，真的东西很少，物资很少，没办法，就买了一桶油，买点小米。
然后买点元宵。大姨给您送的了，快快拿着，进屋进屋进屋，来你拿一个进屋进屋吧。谢谢小弟，谢谢谢谢。没事没事，嗯。谢谢。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，我们给大姨买了点小米，然后买了桶油，买点元宵。没事没事。这个你把下煮的锅里面，开始烧开，你再把煮的锅里面拆开啊。对，吃多少煮多少个，别煮多了。然后我过段时间还得来看您来。啊。下次我还来看您来。下次来看，下次我给你买牛奶。那为什么不去养老院？去老院？他不去都。大姨，这个小米啊特别好。啊、嗯。这个小米，然后你自己熬小米粥喝。那我走了，大姐。走吧，谢谢啊。没事谢谢没事、啊，我走了，阿姨。啊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身体。啊、不用不用不用，行了，你们回去，我走了，大姨啊。完有事人过来看你啊。哎好。啊，好嘞，再见。再见。哎。